今天呢是华人农历新年的这个大年初三嘛，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初三呢、回到呢这个弥陀寺呢来念佛呢就是。没有想到呢今天呢、初三哦还有这么多的大众啊回到这个弥陀寺呢来念佛。哇，大家难得新年呢都没有跑出去玩啊，反而呢回到呢这个弥陀寺。这次的报名人数啊基本上啊多到啊都要提早报名。甚至满到有不少人啊在这个候补名单啊里面啊都没有呢得上去。所以呢前几天有一位啊这个莲友呢来不及报名，他就说师父啊我都来不及报啊，没有报到这个位置啊，我很伤心啊，怎么办哦，我是呢非来不可的。哇，我就说这样子的话，那不然说啊我这个位置啊就让给你坐好了啊，剩下最后一个位置那你要不要不然呢我讲到能有什么办法的，其实也不会啦，真的哈、临时呢过来就等看呢哪一个位置啊有缺席的在这里补上去呢就好。包括呢有些莲友呢还留言说，他说师父啊我来到的时候啊我要坐的位置啊是可以看到你的地方。我是不要看这个电视的。电视啊他说没有临场感，我要看本尊的，不要看分身的。我说呢哪有这样子的要求的。本来以为说呢来到呢这个道场可以坐到这个正中间。结果没有想到呢被拍到呢可能呢是边疆的位置。其实呢我们来到道场经开始呢念佛祈福啊是我们的目的。是不是我们又不是来相亲的不需要坐在正中间啊，你对你看我啦我看你啊，正对眼的。大家听法啊，有耳朵啊听了就行了，哪里都是一样，不需要这么挂碍的。你看呢佛门有所寄语呢就讲到，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啊冬有雪。若无闲事啊过心头啊便是人间呢好时节。就是说其实呢每个地方虽然说呢都有不一样，但其实呢也有呢这个不一样的好事。所以呢是不必挂碍的，坐在哪里呢都一样，阿弥陀佛呢是不会呢漏掉任何的一个人的。是不是？难道阿弥陀佛会漏掉我们吗？那你坐在哪里啊阿弥陀佛都不会漏掉的吗？那各位，我们今天在新年期间呢来到道场呢是为了什么？念佛祈福嘛，我还以为呢是来看我的哈。这都知道说呢大家来到这个弥陀寺啊都是为了跟阿弥陀佛祈福，祈愿说呢新的一年呢会更好呢就是。有一位莲友啊前几天呢他也问说，他说师父啊我的朋友哈、知道我在初三的时候啊会来到呢这个净土宗弥陀寺啊来念佛祈福。所以呢他们就问我说啊能不能顺便啊也替他们呢也祈一个福呢就是。哇，我在看说呢现在人呢是 online shopping 啊淘宝买的太多了。淘宝要找代购找 agent 连祈福呢要找 agent 的。你看佛门有说个人吃饭怎么样？个人饱，个人饱嘛，无人饮水啊冷暖自知。就是说我们其实啊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啊别人又怎么知道呢？饭不能代替别人吃啊，那福啊又怎么能够代替别人求呢？人有诚心啊佛有感应嘛。当然也不是说不可以为其他人回向要为其他人念佛回向呢还是可以的。只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啊真的还有因缘有时间有能力啊，那不如说自己来念佛呢更加的好。是不是？你找第三方我们讲啊路啊都已经转来转去了，你不如说自己来念佛呢更加的直接。就好像说今天要去外国，各位去外国啊请问呢你要坐直飞的飞机啊还是呢转机的飞机？直飞吗？是不是？我们讲要 direct flight 的，不要 connecting flight 的， connecting flight 都转来转去了，当然直飞呢是最好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来祈福，当然我们讲祈福祈愿也要有一定的这个合理性，那合理性呢才是最好的。有时候跟华人讲合理性啊有时候呢好像等于没有讲一样为什么呢？我们看看华人新年呢常常祝福的是什么。各位，华人新年呢怎么跟人家祝福？你看都是讲恭喜发财的。是不是？恭喜发财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祝福别人要得很多的钱啊。我跟你说这大概呢是全世界呢唯一的种族在新年的时候呢是以钱呢来祝福别人的。很多国家新年呢都是祝福说是不是新年快乐啦身体安康啦，但是呢华人祝福别人是希望他得很多很多的钱的。但是呢他讲恭喜发财钱又拿不出来那别人怎么发财呢但是很奇怪他每一年呢都一直在讲就对了。其实我们讲呢要发财呢要有真本事。古人讲的你看不将辛苦意啊难尽呢世间财。要发财要真本事啊辛辛苦苦呢来赚的。你不辛苦啊又怎么能够赚到钱呢？各位，你没有真本事啊还要赚钱的时候，请问这个是什么东西？各位，没有真本事啊还要轻轻松松的赚钱，请问这个是什么？你们不知道啊，这叫诈骗啊。是不是？诈骗就是没有真本事讲一些虚的东西来坑人就对了。那如果这样子喊就会发财啊，那是不是等于就是诈骗了？
你看呢，世间人说的要钱多事少离家近哦，位高权重责任轻。哇、哦，你看哦，他说呢钱要多，但是呢工作要少，最好工作的地点哦还离家里很靠近的，不要太远的，就钱多事少离家近。还有呢，位高权重责任轻，就职位要高，权力要大，但是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的。各位你看看，我跟你说啊，这是诈骗的人才会做的事情的。还有两句话呢更好笑，他说要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啊手抽筋。哈哈，看到一下是诈骗集团的人才做的事情了。还有哦，还有讲哦，逢年过节拿奖金啊，别人加班我加薪。哈哈，你看什么都不用做还要恭喜发财的啊，就是这种啊骗人的咯、哦、别人要加班我加薪就对了。最后啊就讲游山玩水好开心哈、哦、老板薪水照样领。跟你说你读到这边呢、啊、就知道这个人呢梦游太久了。不然呢怎么讲这些梦话的。还听过呢一个年轻人他在阿弥陀佛的面前呢许愿，他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请你给我呢两种花。哦，我一听就很好奇啊，你到底呢要什么两种花？各位什么两种花？是哦，他说第一个呢就是呢要有钱花，第二个呢叫做随便花。哇，我就说这个年轻人呢在爱乱讲话。我就跟他说啊，阿弥陀佛要我跟你讲啊，你很美啊。诶，他说什么你很美？就是想得美啊。所以呢可以写对联，你看有钱花随便花，中间想得美了。所以我想呢要发财啊也有发财的道理，哪里会无端端的就发财的、啊、要没事就发财啊，我想那是很危险的，因为一定呢是坑蒙拐骗啊所得来的，要不然呢就是迷信呢要拜财神啊，是不是？各位有没有拜财神？我不敢讲哦，除夕三十呢有没有所谓的接财神呢？不要骗人了，华人什么风俗习惯啊我们还不知道。有些人啊讲学佛的人迷信啊，但是我看的这个呢好像呢这个是比较迷信的。你看呢有一个孩子呢就问妈妈，他说今天啊如果说呢我们看到一个陌生男子带着两个小孩子啊要进来家里的话，请问可以给他们进来吗？各位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看到陌生男子呢要给他们进来，可不可以？不可以吗？所以妈妈说不可以啦，陌生人怎么可以给他进来呢？但是呢这个孩子就说，那妈妈那你为什么一直希望啊这个男子呢带着两个孩子呢进来呢？我们又不认识他们。各位这个是谁？财神也好带着两个小孩哦，所以陌生的男子呢不可以，财神爷就可以哦，明明我们也不认识财神爷的。哎呀，所以跟你说有时候人迷信起来呢真的是没有道理的，每次都希望说呢财神爷要给人家发财，但是我发现呢、啊、到最后呢好像是那些要、啊、扮演财神爷的人是赚最多的。哦，甚至其他种族的人哦，都知道华人很喜欢呢、啊，在新年的时候，他们要拜财神爷呢来工作了。哎，真的是恭喜发财啦！不过呢，是给他们发财了。所以呢，我讲呢，财富也有财富的因缘，不然真的不是走向呢这个骗人呢、啊，就是被人家骗。哎，现在很多啊，你看报纸刊登呢，很多呢这种啊被骗的新闻，各国都有。哎，不止新加坡啊，外国呢都有。明明政府一直宣传说哇，不要信啊，不要贪啊，不要冲动，但是还是有人信啊，有人冲动会被骗。啊，我来读一段呢这个诈骗的广告哈、啊、也顺便呢警惕我们的。我来读一遍。你看这个人写的，他说我看了你的 Facebook， 你总是发布啊很精彩的文字啊跟美丽的图片。但是哈、哦、我们还不是 Facebook 的朋友，我是一名啊单身的飞机师，已经给你发送了几次的好友请求，但是都没有成功。请点击啊我的个人资料啊并发送了好友的请求，以便啊我们能够成为朋友啊，期待呢你的回复。各位有没有在上网呢看过这样子的讯息？有哈、哦，所以平常上网哈、哦、要小心啊，这样子的讯息这些都是诈骗的。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呢？因为有时候啊他们也会在网站呢留言，只不过我们到场的网站呢会自动啊封锁呢这样子的讯息。但是我们看明明这看起来啊就像这个诈骗的讯息，各位是不是一开始是要骗人的吗？但是呢不少人呢、啊、还是看到这种讯息哈、哦、被迷到呢神魂颠倒的，甚至什么老师啊什么知识分子啊都会被骗。所以我们讲哦，真的是啊，聪明一世啊，糊涂一时了。所以有时候财富呢，是跟人的聪明啊，是没有多大的关系的。财富呢，是跟这个福报有关系，或许跟我们的心态啊、心量呢有关系。如果说今天我们做的事情啊，真的能够利益大众的话呢，还担心不会有财富的因缘吗？那这种事情啊，我们多接触佛法，多念佛呢，就知道了。所以佛门也不是说呢，不可以求财，只是说呢，看是以什么心态来求而已。那我毫无疑问呐、啊，只靠财神哦，希望呢天降横财呢是比较天真的，就是有一对父母呢跟孩子的讲话呢就是这样啊，比如说像上两个月，上两个月就十二月，各位请问十二月哈、哦、是有什么民间的民俗的这个特别节日？十二月是有什么节日？
啊，圣诞节吗？是啊，所以呢，这个孩子呢就说，有圣诞老公公啊，我要一个玩具，我要一个铅笔盒，这个圣诞老公公，求希望圣诞老公公呢过来。结果呢，他爸爸妈妈呢看到这个孩子就说，好天真，好可爱。结果呢，过了两个月哈，到了现在农历新年了。现在轮到谁呢？轮到爸爸妈妈在那里三十接财神呢，一直在那里喊财神爷，我要发财，我要发财，我要发财的。结果这个孩子哈，在一旁看到呢，就说比我还天真，比我还可爱。各位，各位是不是？有时候家父母还比这个小孩子呢更加天真了。哦，你要知道哈，你会拜财神，老千也会拜财神的，那到底是谁叫灵呢？所以啊，我们讲啊，只要呢是如理如法的就好，随缘就好，尽力而为呢就好。而且呢，要祈福祈愿，我们总是要祈愿那些呢能够让我们安心的事情，不要求那些呢会让我们呢生烦恼的愿望。各位是不是？有些人说，师父啊，还有人求呢会让自己生烦恼的愿望吗？哦，我跟你说，还真的有。你不要看说呢，人呢好像很聪明啊，有时候呢还是挺糊涂的。譬如说，你想想看，华人的新年呐、尤其是长辈，最喜欢呢给晚辈呢做什么？各位，吹什么？吹什么？在新年的时候最喜欢吹什么？哦，就喜欢吹婚呐、你看哦，有一位呢，差不多啊，这个五六十岁的这个妈妈，她带着呢这个二三十岁的这个孩子啊，来到这个道场，她就先叫那孩子在阿弥陀佛的佛像面前呢要拜拜。她说希望今年说呢有一个呢对象啊可以结婚。那孩子也不懂啊，她听妈妈这么说，就在那边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的。拜完了以后啊，结果呢妈妈转过来呢问我说，她说师父啊，佛门、有什么经咒可以念念、让这个孩子呢可以顺利呢去享亲的。我当时直接跑去看我们的招牌啊，幸好还是写说阿弥陀佛净土宗弥陀寺、我还以为呢是写说婚姻介绍所嘞。怎么结婚的事情呢，来外面没有结婚的出家人呢，真的是的。而且呢这个真的我们讲啊，真的是一个呢很糊涂的愿。为什么？因为啊没有结婚未必呢是不好的，要有结婚相反的也未必呢是好事，是不是各位？哇，今天呢家长带没有结婚的孩子过来听我讲这样话呢，心里都气不不气不了，我就是带我孩子希望有好姻缘的，你还给我讲这个。不过呢，你们能说我哪一句话是讲错了吗？有没有保证说呢婚姻生活呢一定是幸福美满的？不相信啊，不然我们调查看看呢、今天在场的哈，有结婚十年或者超过十年的 10 years old，或者说不用十年也不要紧，七八九年呢都可以啊。现在标准不一样，就是呢在差不多啊十年的婚姻，夫妻从来都没有吵过架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不会吵架的，给我举手看看。有没有？你敢举啊？是啊。哦，不过曾经有一次呢，我问了还真的有人给我举了，我吓一跳你知道吗？哎，还真的给我举手嘞。我就问说，你跟你先生啊十年结婚啊都不吵架吗？他说是啊是啊，因为我先生是植物人、所以都没吵过架。那就躺在上面不会醒啊，这样就不会怎么吵嘞。我跟你说啊，除非是植物人哦，不然我跟你说啊，天下夫妻一般黑啊，那也不是一般黑啊，是一般吵啦。所以我们讲，有时候世界人呢真的是喜欢活受罪的，因为自己婚姻呢都没有很幸福啊，还要一直给孩子呢来催婚。为什么说夫妻呢往往呢都会吵架呢？因为我们人都是烦恼的众生，两位呢都是烦恼的众生。那各位，烦恼加烦恼呢请问是什么？烦恼加烦恼会变成什么？更多烦恼啦，烦恼更加烦恼，不会开智慧的，烦恼加烦恼的肯定更多烦恼而已。所以你看佛门的这个夫妻常常被称为同修。哎，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各位你知道同修是什么意思吗？同修不是一起修行啊，同修是互相修理啊，这叫同修了。哎呀，曾经呢有一个孩子他妈妈催婚啊，所以那个孩子呢就反问，他说你跟爸爸都一直在吵，所谓的大吵三六九，小吵就天天有，然后呢还一哭二闹三逃掉，那你还要我结婚来做什么呢？哦，我跟你说，当时我妈妈被这么一问，头脑好像开悟了，整个人呢就清醒过来了。但是呢只有一两秒而已，过没有多久呢烦恼呢又来了，他说不管了，总之你去结婚呢就对了。所以其实佛法也没有否定所谓的爱情，只不过呢这个凡夫的爱情呢它是有烦恼的。哎呀，我们讲啊，烦恼的爱情呢，那是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的。那像世间人讲的，那上次我听过一个世间人说的，他说爱情啊就像三种球，各位听过吗？爱情就像三种球。有些人说师父啊是什么球呢？哦，跟你说一开始爱情呢像篮球，哇，热恋的时候啊，大家像篮球一样都要跑去争着要，做什么呢都要黏在一起。
但是各位再怎么样的热烈也是会退烧的，按照科学来讲温度呢都是会退的，不会永远就热的。所以呢结婚几年过后啊，篮球呢就变成躲避球了，越躲得越远越好了。不相信你看，一开始热烈的时候电话一响马上就硬了，甚至呢还没有响着就开始硬了。但是呢过后没几年了，哇，电话响开始生烦恼了，我要出去一下都不可以，一直打来追问做什么，你看呢变成躲避球了。那现在人呢还会讲好听的话呢，他说这不是师父，我们是要私人空间哦，当初热恋的时候不需要私人空间呢，结果现在要私人空间了，所以你看呢现在变成了一个躲避球了。那到最后呢年岁呢越来越大，吵到最后啊连吵都不想吵了，这时候哈躲避球呢就开始变成高尔夫球了。各位说高尔夫球咻一下越远的越好。一开始出门的时候都问东问西，哦，我要跟去啊，我们讲果果迪哈很黏人哦。那是现在呢，哦，去久一点越好，越久越好，我可以呢自由活动了。所以佛说，你看人生呢如梦幻泡影，哎，你看不清楚的时候，有时候真的被迷到呢这个团团转的。你们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嘞，我跟你讲，男女的婚姻啊、爱情啊，往往呢就是这样。哎，所以你看呢，一开始的时候啊，结婚的是叫什么呢？一开始结婚的时候叫做新娘，各位是不是？啊，但是结婚过后呢？结婚过后是变成老娘了，要不然呢就是母老虎了，好像没有比较好的名字的来形容的呢。啊，你不要以为呢只有你中呢，男众也是啊。我、哦、结婚之前哦，他讲啊，男众被当作英雄了，哇，什么都很好。那结婚过后呢？哦，结婚过后呢变成狗熊了。各位结婚的男众哈，我是不是讲中你们的心声？这虽然说呢有点的开玩笑，但是现实当中啊其实呢是更加残酷的。像之前我在读医学院的同学啊，他们呢有来找我啊，他们都毕业了啊，现在都当医生的嘛，也都结婚了成家立业了啊，我出家他出嫁嘛，好一样，我讲人生路的就是这样。哎，是男同学了，结婚呢也生了三个孩子。为什么来找我呢？他说师父啊，因为我出家了叫我师父。他说师父啊，我现在生活有问题了。我说什么问题呢？他说当初啊结婚之前我老婆啊说我是帅哥，结果现在结婚过后啊，他竟然说呢我一点都不像男人，所以呢我感到呢很伤心。各位你看哦，帅哥变成一点都不像男人呢，明明都是同一个人呢，人家还是专业人士啊，结果呢变成这样。他说家里啊都生了三个孩子啊，结果太太呢他一直呢都看不起我。我听了安慰他说很好了啦，看不起你还生三个，如果看得起你啊，不是生三十个了。他说太太现在都不理他了，要牵手啊太太跟他甩手啊，你看啊，我跟你讲变成躲避球了。那现在人讲话都懒得讲了，有时候写字呢沟通而已，说很伤心了就对了。所以各位要催婚的父母啊，还是向往啊婚姻生活的人，讲说婚姻呢一定是幸福美满啊，那真的讲啊不要自欺欺人啊。你看以前有一个老哥呢就讲到这里写的，他说父亲的人爱你也深，恨你也深，整日骂累狠，到头来啊，只剩下呢我一个人就对了。还有一首的名曲也是有讲到，你看，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何必呢再去苦苦强求了？是不是各位？何必苦苦相求呢？我们讲人生呢，有时候呢随缘一点的就好了。像有一位年轻人呐、啊，每次呢新年的时候回到家里呢，都被这个长辈催婚，他竟然就问到了。啊，这长辈就问他说：“哎，你都三十岁啦，为什么你还不结婚呢？”哦，我这年轻人受不了了，每年都被问。那结果到今年呢，就聪明了，他就说：“我不结婚呢、啊，都是因为你喽。”那长辈就很好奇啊：“你不结婚跟我什么关系？”他说：“是吗？那我结不结婚又关你什么关系嘞？”所以有些人呢，我讲啊，真的是瞎担心了就对了。像有时候呢，我也是有坐这个计程车哈，到这个机场啊，马来西亚、新加坡啊，有时候都飞来飞去嘛。那难免说呢，这个计程车的司机啊，是这个马来人。那可是看到我的时候啊，这个马来同胞、哦、一直望着这个后眼镜、哦、一直在看着我，一直在偷瞄我。哇，当时以为我是刘德华、哦、这么受人关注、哦、有几次是偷瞄的太多次了，我就直接瞪眼那个看回去。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要问我？哎，我没有办法啦，他们一直在偷看的时候，我主动一点啦，佛经讲的嘛，坐不请之友。结果呢，他们是好奇的这个出家人呢、啊，他就说啊、用马来话讲的，他说苏达一逆，阿大高运达。就是已经剃头了，有没有结婚的？还有没有结婚？哇，当时在想说，这个人类呢，是不是除了呢这个结婚的事情以外啊，都没有想到说有其他事情可以做的？明明结婚都没有很开心啊，结果还一直关心人家呢结不结婚的问题，是吧？你看呢，新娘啊都变成老娘，英雄都变成狗熊了，结果呢还一直在钻牛角尖，就何必呢？
老公老婆啊变成老娘了还不够啊，接下来开始呢要变成人老珠黄了。哎，各位人老珠黄呢是变成什么啊？黄什么？黄什么？哦，黄脸婆了，是不是？世界的一句话讲的，人生之八十一朵花，哇，你看多好啊！但是呢，八十呢，各位，八十岁呢，八十岁就像苦瓜啦，啊、哦，人生十八一朵花，八十岁变成苦瓜啦，你看呢，那个啊、哦，皮肤啊皱到像苦瓜一样。所以其实我们人呢、啊，真是要认命的。我们人的外表哈、哦，是抵挡不了呢这个地球的地心引力的。那年轻的时候或许皮肤还好啊，哇，滑滑嫩嫩的哈、哦。但是呢，过了五年以后啊，就发现说，哇，怎么这个地心引力对我这么严重哈、哦，一直掉下来哈、哦，皮肤哇，开始啊，什么 SK 度啦、闪尿啦哈、哦，一直喷啊，一直涂的。啊，严重的还要去开刀哦，什么鱼尾纹呐、法令纹呐、啊，一直开一直拉的，哦，拉到皮肤紧紧的，很开心了。结果过了五年啊，地心引力发现说特别的大，皮肤还一直垮下来，又再去打，又再去拉，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在那边转。各位，其实我是出家人，是不知道有这些东西的哈、哦。要不是啊，很多人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我是不知道有这些东西存在的哈、哦。所以啊，你看人老珠黄呢就是这么来的。哦，三十岁的时候啊，鱼尾纹、法令纹呢开始出来了；四十岁的时候啊，皮肤开始垮了；五十岁的时候啊，就开始当将军了。会当将军是什么意思？将军三条杠哈、哦，就杠在这边了，哈、哦，怎么打都打不掉哈、哦，粉有时候涂下去也卡在那边哈、哦。啊，等到六十岁那时候就满天星了，哦，怎么老人斑啊全部开始出现了啊，真的是人老珠黄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哈、哦，人呢真的是啊，不要自己骗自己了。其实人哈、哦，实际上呢也谈不上呢怎么样的漂亮，人呢都是靠这个化妆而已。各位是不是？福建话讲的三分天注定哈、哦，三分天注定啊，各位有没有听过？有哈、哦，你看三分天注定，七分告粉饼，爱徒才会赢哈、哦。我是有点乱改歌词了，三分是三分天注定啊，七分告打拼啊，我把它改成七分靠粉饼了、啊，就是化妆的粉饼啊，是不是这样？你没有七分靠这个化妆啊，人能够好看到哪里去？我听说那些明星一卸妆啊，就变成了是个另外一个人了、啊。要不然你看看那些化妆的影片啊，我跟你说真的是吓死人呐、啊，我怎么变成另外一种人了、啊？所以呢，人呢真的是不要自欺欺人呐、啊。你看一下《西游记》的孙悟空，各位孙悟空呢也被称为什么？他外号是什么？孙悟空、齐天大圣呢是一种，还有呢一种叫美猴王。孙悟空呢也叫自己呢叫做美猴王，因为呢他以为自己呢是最漂亮的，所以呢叫自己呢是美猴王。但是没有想到，他一路上啊陪唐三藏啊去取经啊，一路都被当作妖怪呢来看待。你看呐、啊，这就是啊自己骗自己的结果了。所以啊，你要讲到啊这个化妆的麻烦哈、哦，出家人是最清楚的。哇，你看出家人多轻松，什么镜子都不用照，因为照来照去啊都是空头一个，360度啊都没有死角的哈、哦，各位，因为都是空空空，头都是光的哈、哦。但是一般女生就不这样呢，哇，这边画一下，那边扫一下，中间就喷一下，哇，我跟你讲啊，看到都替她觉得辛苦了。叫一个太太啊，每次都化妆很久，哇，先生都受不了，每次呢都是一直要等很久就对了，每次要出门呢、啊、都要等她化妆化到很久。那有一次呢要出门了、哦、太太呢也化好了，化好出来的时候啊，看到先生呢没有发脾气啊，就跟你说，哦，你今天心情很好哦，今天我化妆啊竟然都没有发脾气啊。先生说，是啊，因为我都出去啊吃饱回来了，你都还没有化好。当然的，我心情很好啦。所以我跟你说啊，人呢真的是不要自欺欺人呐、啊。我们人呢总是会到了这个人老珠黄啊、黄脸婆的时候，我们随缘一点的就好了。不然呢，你就像这个古人所讲的，你看以才交者啊，才尽呢则交绝；以色交者啊，活络呢则爱与；以金钱做交易啊，钱没了那就散了。如果单单呢以外表呢来交往，色就是外表嘛，那外表呢变成黄脸婆的时候，也会出问题了。人与人之间呢、啊、出问题的时候，就变成什么呢？各位，人与人之间相处出问题会变成什么？佛门最喜欢、啊、比较负面的四个字，请问是什么字？冤什么？哦，就开始变成冤亲债主了，有没有？如果不相信的话呢，我们看看牌位、哦、多少人呢是立这个冤亲债主的。明明都是同一个人、啊、从当初看到这么可爱的人、啊、到最后变成了这个冤亲债主。你看有一个女众呢，她来到了说哭到很厉害，说师父、啊、我那个老公呢很可恶啊，今天都对我不好。所以就问说，师父啊，你有没有什么经咒、哦、可以念、哦、让他可以赶快走的。哦，我在想说这种事情啊要找法师、哦、我学了这么久呢还没有看过哪个经咒啊是可以让人家念的赶快走的。当初要经咒可以去相亲，现在又要经咒可以让人家赶快走，好啦，什么都你们讲完啦。阿弥陀佛听到那可能都会头晕的。
所以啊，夫妻啊，我们讲家里的事情呢是说不清楚的。有人说呢，只要讲道理呢就行，老实说家里的事情啊是最难讲道理的。像有一次呢，有一位莲友啊听课听到很发气，他就说，哇，师父，我终于听明白了，这个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哇，这句话呢我终于听懂了，这句话呢让我非常的感动，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啊，听到很好。那回去了以后啊，有一次呢跟先生呢再一次的吵架，他就跟他先生讲，我师父讲的，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所以你休想来改变我，哇，好像说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啊，怎么理解成这个倒转的？他跟说真的是秀才遇上兵，有理就说不清了。所以要跟讲啊，这个清官难断的家务事，家里的事情啊都是呢说不清的。你不要看说呢太太在那边哭呢好像可怜啊，说不定啊老公在家里哭到更大声啊，我在那边叫啊。那天曾经有一个女众就说，你看呢我的死老头啊在那里这样那样的。那后来你见到她老公的时候，老公就说，师父啊，其实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呢。所以要跟你说，公说公有理啊，婆说婆有理的。这种事情啊，当然讲道理呢是讲不通的，因为啊是火星撞地球啊，烦恼撞烦恼，众生呢还是得多念佛呢消业障，那业障消，头脑清楚一点啊，这个什么问题呢就会比较少了。真的，人有时候呢没有念佛，没有看清楚这个事情啊，真的是会搞死自己的。像之前有一个佛友呢，他也是来问，不过说呢他这次呢是代替别人呢来问的。他说他有位朋友，他朋友啊这个先生呢有外面呢有小三，所以搞到呢他这个朋友啊快要崩溃了，活不下去，要跳楼要自杀。或者是莲友知道呢就跟他说，要不然呢你在跳楼之前，先去找师父呢问问看。所以各位，佛门的师父，是专门负责跳楼的。他就问他说呢他几岁了，那结果呢这个莲友说呢这个朋友快要七十岁了。哇，七十岁了呢，老奶奶了，还为爱情自杀啊。啊，明天记者呢要怎么写这个新闻我都不知道呢，是吧各位？其实是能够做什么？还要谈情说爱吗？还要卿卿我我吗？老到牙齿都要快掉下来啦，搞不好咳嗽一下整排牙都飞出来了，那这样子还要亲嘴啊？哎呦，你看上次看到一个新闻，他写说什么93岁啊娶89岁的，各位啊，两位加起来是多少岁啦？超过180，将近200啦。我终于明白了佛说的众生不可思议，那不可思议是到底啊，实际上是难以想象，93岁娶89岁啊，那个是什么样的概念？我跟你说这个，一结婚呢马上白头到老了，真的是马上白头到老了。所以有时候呢人也是挺可怜的，每天呢忙忙忙，忙到最后呢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那最后呢老了可能没事做了，到公园，牵着小狗呢在那边散步，看到一群的老人家，在那边呢泡老人茶聊了聊天，刚好自己呢又死了老婆，对方呢又离了2次婚，谈谈一下一不小心的对上眼，业障现前，结果呢就跑去结婚，变成了这个93岁啊娶这个89岁的。各位你要知道，佛陀80岁啊就已经入涅槃了，结果现在啊还有93岁娶89岁的所以啊真的是看不明白，也是挺可怜的。因为没有接触啊佛法，没有遇到阿弥陀佛的话呢，为了苦闷的人生，就一直找活动，哇，给自己装到好像呢很开心的样子，就不敢停下来，因为也担心说一停下来啊都不知道做什么呢才好。所以呢身为家里的长辈，也不要觉得说孩子去结婚啊就一定呢是幸福美满。如果家里的孩子啊他没有这个所谓啊欠子孙的这个债，没有这一方面的缘啊，其实啊有时候呢真的随缘一点呢比较好，是不是？各位是不是都没有声音哦哎呀，老实说就算不能成家，其实出家也是不错的，对不对？360行行行出状元吗？哎，你看我出家呢还不是挺好的，对不对？对我当初呢也是有读法律系跟医学系的，我现在也不输给当医生跟当律师吗？虽然呢形式不同，但是呢至少都是用念佛法门呢来服务呢这个大众。所以虽然呢这个出家跟出嫁是差一个音而已，但实际上呢是差很多的。你要问说出家有什么好，其实很简单的，就刚才讲的烦恼基本上90%以上这个出家人呢是不会遇到的。所以真的像福建话俗语说的，错都喝不看也要错做，错都拍不路几西人坎坷啊。还有呢什么女怕嫁错郎的，就是嫁错娶错，真的是一世人痛苦了，因为还有什么婆媳关系啊妯娌关系啊种种啊等等的。哎，所以要出家，要把握机会来找我。
所以各位不要说呢，我们讲啊，念佛的善男子、善女人呢不当啊，跑去当啊，这个笨男子、笨女人呐、啊。当然也没有说呢，一定呢不要结婚，在家人也不可能完全没有结婚的啦。结婚、婚姻生活呢，哈，是一种的选择。那如果说选择了，两夫妻要走上这一条路啊，那至少要有佛法的熏习，要念佛的习惯，不然呢、啊，遇到摩擦的时候啊，肯定呢还是业力做足而已。但是呢，华人的新年呢、啊，不只是催婚呐、啊，婚姻催完了还要催什么？还催什么？哦，开始催生孩子啦！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呵呵，人总是喜欢找活动呢，来搞死自己的就对了。生孩子呢，其实呢是不容易的。以前是，现在呢其实也是。你看福建话讲的，边挨归了嫁旁汤，边挨归了西堆帮啊。各位听得懂吗？生孩子的哈，你拼得过去，胜得过去啊，全家人都可以开宴会吃东西，吃好的。但如果说拼不过去啊，难产那还是什么的，就是 C 堆帮啊，是四块木材啦。四块木材是什么？是棺材啦。那尤其是现代啊，马来西亚哈、哦，每一年呢还有几百单哈、哦，因为难产而过世的案例呢。新加坡这里呢，虽然说呢技术发达哈、哦，生产率也不高，但是也不能完全阻止这样子的事情呢发生的。所以生孩子呢，其实呢本来就是有冒一点呢冒生命危险的，甚至有一些还不小心的。你看有一个女众呢就问她说，师父啊，我已经有三个了，那现在肚子里啊不小心还有一个啊，就第四个。她问我说呢，能不能拿掉？哇，我说你这种问题呢不要问我呢。你阿弥陀佛的事情可以问我啊，你是孩子的东西你不能问我啦。我讲啊，冤有头债有主啊，你要问你问老公啊，你干嘛问我呢？要问法师啊、如果说我可以的话呢，这一条命啊，因为净本法师一句话呢就没了，那还得了。哎，有些初学的人呢就是这样。那上次呢遇到呢一个呢新人莲友呢也是啊，因为新年到了嘛，家里呢都没有人吃素哦，所以买鱼啊、买肉啊、买猪肉等等的，那怎么办？他问我怎么办，他说煮了自己的良心呢又过不去，他不煮啊家人的人呢又生气，他问我说怎么办。那我说当然呢，家里全家人能够全素呢是最好的啦，那如果不行的话呢，那你就念佛吧，那你就念佛呢就好了。各位我这样讲呢其实呢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是不是很合理的吗？这句话本来是没有问题的。结果呢，这位莲友呢听了以后啊，就跑去呢跟那些动物说，鸡啊、鱼啊、猪啊，不是我要杀你们的哈，而是净本法师说可以的。哇，我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我这么讲呢是让你释怀呢，不得已要求其次啊。我讲两害相权取其轻嘛，两个不好的事情啊，情况之下找一个能比较没有这么严重的。结果你还把我的名字报给动物听，你报给别的动物听说吗？你要给动物来找我啊？这是不得已的，就是念佛超度。你要报也要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吗？你报我的名来干嘛呢？说没有名没有用啊，把这些责任呢推给法师啊，推给师父呢就对了。那孩子的事情也是嘛，刚才说的，那就跟家里人商量嘛，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呢，能生就生嘛，反正呢都是家里的这个缘分，哪里有法师呢叫人家去拿掉这个孩子的，是不是？哦，结果这个莲友听了明白了，哦，是不是我？那我明白了，我知道了。那接着说，那等到我呢生下来以后啊，就送来道场呢给你当徒弟。我说你有没有搞错？这么小是我给他当徒弟还是他给我当徒弟啊？搞不好我还给他包尿片呢。那等下讲课到一半呢，底下呢就说，师父我尿急了。哇，这个哪有这种事的，要出家至少要20岁啊或者以上的嘛，思维比较健全的才可以，那么小要做什么？还有一个家长呢更妙的，他带着一个3岁的一个孩子过来哈，看到说来来赶快拜见师父。我说别乱拜别乱拜哈，你要拜来做什么？他说师父给你当徒弟啊，我不小心生的啊，又是不小心哈，来给师父来度。小孩子能够懂什么呢？那鼓励可以啦，但是这么小呢，出家呢怎么行？那就来说，哎，小菩萨来过来哦，念念佛，念念佛哈、哦。长大以后呢，再来出家哈、哦。小孩子不懂哦，在那边等等哦，这样子就对了哈、哦。过了这个好多年了，又见面了哦，这个孩子也长大了。结果后面呢，又再跟着几个小孩子。我说这几个是谁呀、啊？他家长说又是我生的。哎，奇怪了，第一胎是不小心哈、哦，结果还不小心这么多个哈、哦。那所以佛说哈、哦，众生无边誓愿度呢，就是这样。本来只有一个小孩子要度啊，结果后面呢还生了几个哈、哦，在等着哈、哦。哇，我这有时候想想，阿弥陀佛这不简单，阿弥陀佛拼命救啊，众生就拼命生就对了。这个生孩子呢是一个问题啊，但是其实哈、哦、生出来的问题呢又是呢更大了。跟各位说，有一个东西哈、哦，没有说明书，也没有 warranty 的啊，同时也没有得退货的，而且呢随时还会失控的。请问这个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好像东西呢有点过分的。其实生小孩啦，是不是？你看生小孩的时候有没有人给你说明书？没有的哈、哦，都是乱教的、乱带的。而且呢，有没有无人地的？也没有的。娑婆世界还有孩子，我跟你讲啊，是很有来历的。
你看之前呢，有一个老菩萨呢，带着这个小孙子呢过来，就跟我说：“师父，你看我这个小孙子哈、善根深厚，我几乎肯定啊，他是佛菩萨再来了。但是我看到他蹦蹦跳跳的，我看起来呢比较是孙悟空转世比较多嘞，他是来大闹天宫的。”他跟我说：“法门龙像。”我说：“你没有看错、你把蛇看成龙了是吧？这么好动的，怎么会是法门龙像呢？”所以呢，各位是没有无人地的，这生小孩，同时呢也没有得退货的，你生下来就是晒不回去了，就是一辈子的，不是啊，是晒不回去的，而且呢，你随时呢还会失控，哇，这小孩子失控哦，你就不用讲了。不相信的话呢，我给你们看看呢几个影片哈、是关于这个小孩子的。今天给有准备当爸爸妈妈的介绍一款名叫孩子的生物。贝贝开场吓到，担心他有不健康迹象。同他看两分钟电视，可以换八个姿势的举动，不难看出来，他是一个健康又活泼的孩子。你们比较应该关心的是我的健康。你书包有什么？你拿出来，书包东西。你开大字吗？你看你个丑猫！哎，忙起来。对，今天你有没有书的啊？你的书包。叫你造句啊，造句 ，you 都不知道 ，you 都不知道，你造什么句子？你自己读出来，你造什么句子？我的妈妈 you 啊 ，you 飞。小小真好看，真的来崩溃呀！赶紧领走，看看还能要不能要。把埋在地下500年的酒拿出来以后叫什么？酒精。我的个乖乖呀，那是不是把鸡埋在地下叫鸡精？把土豆埋在地下叫土精？那把你埋在地下挖出来叫什么精？白骨精。白骨精。一杯接三十等于好多啊？一杯三那么越接越多啊，一杯接三十嘞。对不起老妈。你不要喊我妈，你叫什么妈？哎呦我的妈。一二三四几个？三个。怎么能是三个呢？四个呀、你怎么不会数啊？数半天了，数半天了。我刚送完你姐上小学，现在又轮到你了，真的是。我是左边放的药，右手摁着脉，正在给你辅导作业，知道吗？哎呀，圆圆圆。喂。哎呦妈！第二只耳朵在哪？你看我干什么？看题啊，读啊！第二只耳朵，给我指指。第二只耳朵在哪？哎呀，别吼了，吼什么吼？教孩子学校有点耐心嘛，你这样不行，真是的。那你来。哎，真是。来来来。不是像孙悟空，得意非凡的变化，什么孙悟空的变化？你别喊了，别喊了，这么耐心的。你来，接着说。妈松，才42厘米。42厘米，妈妈说你见什么尺？那叫妈妈尺。看这个秤，2厘米不叫秤，叫骨灰盒。好，我不打一个骂，被你气死了，就把我装进你这个2厘米的秤里面，盒子里面。你自己想一下你。你咋了？你不至于嘛，就辅导个作业。哎呀妈，真的，我是他妈熊一样的男人。我当初在部队，手榴弹炸我都没炸过，真的太气了。算了，你还是我来辅导。好，你要把人给气死，这根本就不是小棉袄，他是黑心小棉袄。黑心棉袄，不要做了，都不要做了。明天我把你老师统统拉黑，你知道什么样吗？我连晚上做梦的时候，我都梦见你老师站我床前站了一圈，都跟我要作业。
连体育老师都来了。你呀、啊、就是上天派来收拾我，不过你对我算是仁慈。人家妈妈都同意，你还没老弄上去，我感谢你，感谢你。哦，所以看得明白吗？福建话有一句话讲的，好囝好乞头哈，歹囝都不如无啊。佛门呢也是有一句说，你看孩子是债啊，欠债还债啊，无债不来的。其实孩子啊，就是生得容易啊，养得难；养得容易啊，教得难；教得容易的话呢，赔得最难。哎，孩子啊，都是呢这个一辈子的这个责任，是非常不容易的。再看到这些小孩哈，其实呢都还是无伤大雅，甚至呢还有一点好笑。但是呢，有些孩子走偏啊，他真的是让父母啊是最心疼的。你看呢，有些小孩啊迷恋游戏的时候啊，偷钱的都有；有些交不好到不好的朋友啊，黄赌毒的也有。甚至呢，有些马来西亚一个小孩子哈，跟人家乱学呢，上这个高速公路啊，这乱驾快车，哇，结果一撞啊，我跟你说，死了还好啊，问题是啊，有些撞到不会死啊，一辈子要躺在床上的这种事情啊，就真的比较可怜。所以如果说呢，没有孩子的缘其实是不用特别的强求的。没有孩子呢，其实不是代表呢有什么坏事，可能是自己的命中啊没有欠子孙的债啊不多而已。哎，不然呢你真的是啊，我们讲啊，养儿一百岁怎么样，养儿一百岁怎么样，长忧九十九啊，养儿一百岁啊，孩子一百岁啊都要担心他九十九年啊。尤其是龙年，听说华人呢对这个龙年呢特别的执着，是吧？各位都希望说在龙年生孩子，红宝宝龙宝宝的。我跟你说，人有时候不要太迷信了，因为按照呢现在社会的这个业力，不管呢你生出来呀、啊、生肖呢是属什么，长大以后啊都是做牛做马的啦。各位是不是？读书至少呢要二十岁呢才会毕业，有些甚至读到三十岁，工作呢至少呢要到五十五岁啊才有办法呢供屋供车的啊。如果说你还多生几个的话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可以退休了，甚至呢还没有过世之前哦要开始供啊什么过世以后的风水宝地了。我跟你说啊，这人家的生下来啊都是做牛做马的啦，不管你是不是什么龙宝宝了。有些家长还跑去算命呢，哦，跑完算命过后呢跑来回来跟孩子说，哎呦，孩子算命师傅跟我讲，哇，今年属龙的成绩呢都会很好。但孩子呢听到有很多的问号，他说，但是妈妈，我全班同学啊全部都是属龙的，那请问谁的成绩会不好呢？是不是各位同班同学全部同样的年纪嘛，那请问属龙的谁的成绩会不好？他不是跟你说你相信算命啊，你不如相信南无阿弥陀佛的更好。所谓命由我做啊，福就自己求吗？哎，有念佛呢自然有阿弥陀佛加持啊，来消业障来生福慧。念佛的事情啊真的自己念呢才会知道的。就像说这个一杯水啊是什么样的味道啊，也唯有呢我们自己喝到呢才有办法呢这个体会。所以新年呢来念佛呢是很好的，因为会让我们的内心啊感到呢真正的这个安稳呢安乐。跟一般呢在外面吃喝玩乐呢那是不大一样的。外面的吃喝玩乐啊往往呢都是有代价的。而且呢到最后呢什么呢都没有剩。各位是不是像新年其实呢就是其中一种。你看像世间人说的新年快乐阖家安康，过完年啊只剩下脂肪。各位是不是新年吃多多呢就开始变胖了，变胖了怎么样，哦，开始呢要减肥了，哇，这样子呢又何苦呢？我们新加坡有一位莲友，哎，不可以讲人家名字，这样子很没有道德啊。不过举例子呢是可以的。他说呢家里的这个大儿子很喜欢吃冰淇淋，哇，新年的时候一直一直的吃，哇，所以我的身材呢搞到呢非常的胖，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啊不然拿出来不知道什么东西啊就粘在这个肚子，然后一直在那边震动，好像被电一样，全身呢都要在那里动呢就对了，就是在减肥嘛。吃了以后呢减肥，减了以后又再吃，吃了以后又再减，没完没了。所以各位这就是佛所讲的轮回咯，轮回呢就是这样的，明明啊吃了很多，结果呢还要在镜子面前一直在那边转，一直在那边转，有时候还怀疑呢是镜子的问题，哎呦怎么把我照到这么胖的，他不会怀疑自己吃太多了，反而怀疑呢镜子的角度呢不对。那有些呢甚至呢还要在朋友面前别人面前呢转两圈，然后人家说，嗯，你现在觉得我怎么样了，哇，我在想你何必要为难别人呢。以前呢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啊，有些女同学呢就是这样，那个时候已经学佛了，我被问到这种问题呢我马上呢就合掌了，我说阿弥陀佛，施主你看开一点呢就好了，你只要看开一点你就不会这么胖了。包括说呢现在的这个娱乐节目呢也是，哦，现在娱乐节目呢就是越看呢越不懂了，以前的娱乐节目看起来都比较正常啊，头都还是在上面的，现在人跳舞头呢都是要放在地上转的。我都看不懂为什么说跳舞呢要这么搞我这样甩手啊，在地上这样子转一转啊，转到整个人呢都头昏脑胀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难道这样子转呢会比较开心吗？是不是各位？
还有些呢还跑去看呢这个明星的演唱会哈、哦，哇什么呢？周杰伦的，周杰伦呢听说是基督教徒哈、哦，应该不会听我讲课，所以讲他的名没有关系。不过呢，我跟你说啊，那些所谓的粉丝啊，看到明星呢都发疯了。哇，大老远呢看到这个明星啊，好像触电一样啊，在那边呢大喊呢，疯狂大叫，哇，搞到呢保安人员呢在那边呢维持秩序的。有些呢甚至为了参加这些活动啊，前一天晚上啊都不睡觉啊，在那边呢等着这个明星呢出来。我都没有看到哪个佛弟子哈、哦、追佛法呢会追到这样的哈、哦，但是呢追明星的时候可以追到这么发疯。啊，有些看到这个明星结婚呢，自己还关在房间里面哭，我说你哭个什么鬼啊？人家都不认识你，人家结婚那跟你有什么关系？是不是？那有些还要去拿这个签名哦，听说好像拿到明星的签名呢，好像不得了的事情。上次有一个年轻人呐、啊，他就拿给我看，他说：“师傅，你看，这是周杰伦的签名哦，嗯，我来给你一个哦。”听到都傻掉了。那周先生的签名你拿来给我做什么呢？我都不知道放哪里好啊，难道我贴在厕所里面啊？对，所以有时候你看呢、啊，人迷的时候啊，真的不知道呢要怎么讲的才好。那有时候呢，这些呢比较热闹的活动啊，会造成的这个悲剧。你看，像2022年的时候啊，发生在韩国的事件呢，就是这样。那个时候啊，疫情呢刚解封，是第一次呢办这个娱乐活动，结果那一条街啊，整整来了130,000个人，把整条街啊塞到满满的。本来一条路哈、啊，有一边进一边出的，结果两边啊都是呢一直往人家挤里面挤，结果怎么样，就发生悲剧了。上百千的人哈、哦、挤在里面，完全动弹不得。有些一挤啊，就被挤到几层楼呢这么高。而且呢，你一被挤啊，就是呼吸困难了，因为那条街太窄了，人呢这太多了。结果这么拥挤的地方，各位人一跌倒会怎么样？哇，就变成人踩人了。结果那一天晚上死了149个人，而且呢，将近200个人呢受伤，整整出动了1000人的警察跟救生人员啊，用了很多个小时啊才把人呢救出来。而且是一具一具的这个尸体啊，这样扛出来的，就变成呢有史以来啊，因为娱乐节目呢造成伤亡最严重的这个案件，轰动了这个全世界的。所以各位，新年呢还是什么节日哈、啊，其实呢只是一种气氛，它跟平常呢是没有多大两样的，甚至可以说有些呢是商业社会为了鼓销人开销啊，故意广告呢打出来的样子而已。所以有时候真的太热闹啊的地方，甚至有一点危险的地方啊，我们要能免则免，不然呢就是乐极生悲而已。本来呢是为了快乐啊，结果到最后得到的却是一场空。你看像新年呢，到处呢都是塞车啊或者塞人的，是不是？哎，人都说是龙年哦，看是马路呢变成了车龙比较多了。那新年要吃气氛吗？大家要出去吃吗？去的时候塞车一个小时，回来的时候又塞车一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就没有了。而且你不一定说去了马上就可以吃到呢，你要吃别人要吃啊，所以去了以后还要等啊号码。哇，一等那边等一个小时，等到肚子饿还要生闷气，有些开始还闹事。就算你吃到了还被别人啊活生生的被砍一笔，因为今年的价格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各位真的、啊、念佛的善男子善女人你不当啊，就准备当啊这个笨男子笨女人啊。啊，当然这个不是讲你们哈、哦、是讲外面的那些人。哪里跟讲你们，等下我要活命的呢，我还要出去的呢。所以啊，我们不必啊活到这么辛苦的，我们呢要得到快乐哈、哦、真的不用用这个痛苦呢来交换。当然各位在家人呢在佳节哈，也不可能说什么都不做，但只是说呢凡事呢中道呢就好。我们不需要呢用这个痛苦啊来折磨自己的，也不需要造成啊这个乐极生悲。新年啊就是平安呢好过年，平淡啊过好年呢就是。全家人呢可以聚一聚，其实呢在哪里呢都是一样的。最好呢大家呢都可以念佛，这样全家大小啊才可以消业障，才可以呢福慧增长。要像我们今年的对联呢就讲到，龙腾云海啊显祥瑞，佛光普照啊就又平安。龙呢是十二生肖里面哈、哦、唯一一个呢是最特别的，对，是不是？其他生肖哈、哦、我们或多或少呢其实呢都有看过，但唯有龙哈、哦、它是最神秘的。在古代呢，龙呢被称为啊这个神兽，龙出现的时候就代表呢有好事呢要发生了，所以上联呢才说呢龙腾云海啊显祥瑞，主要呢是衬托下面的佛光普照啊就又平安。真正要平安啊要好事的发生啊，就在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光当中。因为我对你所讲的嘛，光明遍照十方世界，怎么样？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嘛，佛光呢都是摄取呢这个念佛人的。所以今年呢要吉祥要平安要祈福啊，就是呢念南无阿弥陀佛呢就是。所以今天主要是讲到啊这个念佛祈福，要讲到说有时候祈福不是在于说外面的这个表象，更重要的我们是得到呢这个真实的这个福报。这真实的福报啊，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安乐安稳，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了安心，小孩子如果安心的话呢就能够健康长大，年轻人如果安心的话呢就不会迷茫，可以找到方向。
哦，中年人能够安心的话呢，就可以发挥所长；老年人呢，能够安心的话呢，就可以有所依靠。所以呢，祈福啊，最重要啊是内心的这个安稳安乐，并不在于说呢外表啊有没有结婚的，或者有没有生孩子的。有结婚的不能安心啊，但没结婚的不能安心呢，其实也是一样。或者说有孩子的烦恼一大堆，但是没孩子的烦恼一大堆呢，其实呢也没用。所以重点呢，并不是在于呢这些外表，祈福啊，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内心呢得到安乐呢，就是。所以呢，这个就需要呢这个佛法的力量，就需要呢念佛的加持。念佛说念佛啊，本来就是可以带给我们呢离苦得乐，甚至呢是极乐。什么都不懂都没有关系哦，相信现在有些是初学来的，什么都不懂都没有关系，就我们静静下来呢，跟着大家呢一起念南无阿弥陀佛呢就好，我们就一句一句的念，清清楚楚的念呢，这样子就行了。不止新年来念，甚至呢过后回去以后啊，每找时间呢来念佛，时间呢其实呢不用太多的，那每天呢如果初学的，每天呢五分钟十分钟呢也很好，过后有时间呢再慢慢听课哦，听课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嘛哦，念佛是具体的落实，体心相应。所以呢，这样子在佛法的路上，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呢，会走得更加的安心安稳啊，这样子就很好了。好，所以今天呢，就是呢，啰啰嗦嗦呢，先讲到这里。今天呢，是讲到方方面面，当然有些呢是属于呢开开玩笑的啊。不过我是很公平的哈，我是从三岁啊开到呢八十岁去了。哈哈。不过呢，你们不能当做一般的笑话嘞，因为这些幽默的小故事啊，背后都有一些小道理的，对不对？讲这些哈，主要是让我们呢能够安心的念佛，让我们知道有些烦恼的事情啊，其实我们换一个观念呢就没问题了。有些呢是安心念佛的，就能够大事化小了。所以希望说呢，大家呢能够在啊新春这一堂课呢能够受益呢，就是。那最后在这里呢，先跟大家这么多大众莲友先拜年啦，也先祈愿呢阿弥陀佛加持，好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呢能够更加安心安乐呢，就是。那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